小曼，你好！于老师，小曼，你们好啊！学妹，你们好啊！学妹，你们最近电脑学习的怎么样了？很好，有没有进步？于老师，你可以教我上网吗？哦，你们还太小。于老师，什么是网啊？网络呢？ 无边无际，就像大海一样。你要是不当心的话，就会掉下去。于老师，我不怕，我会游泳。我相信你，可是当你游得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就要学会躲避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躲避，躲避什么？躲避一切可能的危险啊。